马斯克宣布，现在可以用比特币买特斯拉了。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 CEO 马斯克今天在推特上发文称，现在可以用比特币购买特斯拉了。他称，支付给特斯拉的比特币将保留为比特币，而不是转换为法定货币。对此，特斯拉官网表示，他们目前只支持美国本土的客户使用比特币付款，将来会考虑开拓新的市场。马斯克还透露，今年晚些时候，美国以外地区也可以使用比特币支付，购买特斯拉。在马斯克分享了这篇帖子后，比特币的价值上涨了 4% 以上，最后的交易价格约为 56,429 美元。马斯克补充说，支付给公司的比特币将不仅仅是兑换成传统货币。他给出了一些细节，说明如何使用内部和开源软件处理数字货币支付。目前，像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在主要经济体中仍然很少使用，因为它的波动性和处理时间缓慢。早在2月份，特斯拉就宣布，他们已经购买了价值约15亿美元的比特币，并表示很快就会接受这种加密货币作为其汽车的一种支付形式。有分析师表示，特斯拉买入比特币以后，已获利超过10亿美元，超过2020年卖车的盈利。